去爬八支岳啊，打算一直从全县岳爬到那个赤岳，之后原路返回。这次出发也是比较紧急啊，就是稍微再过一会儿，可能就只能赶那种末班车了。然后现在为什么现在爬？是因为现在再不爬，以后积了雪就更难爬，今年可能就没有机会爬了。毕竟一个人爬的话太危险了。所以现在还没有什么雪，然后去爬了，然后现在就出发。先第一站是骑车去吉祥寺车站，到那儿坐中央线，然后一直坐到小渊车站。现在到这个高尾的车站了，接下来等22:22发的一个到小渊泽的那么一个站，正好我去的那个站实际上是终点站了。时隔一周，又回到了这里。只不过今天的目的地是……地铁站里还印着、贴着一大堆书法作品。总的来说，这回这个小渊车站比上回那个长坂车站阳间多了。上回那长坂车站真是阴间，这回依然还是有这种万圣节的道具，这是 JR 的特色。现在啊，正式开始出发了，已经打上卡了，正好从这个小渊车站开始出发，全程登陆时间啊。登山时间一共是10小时11分钟，然后这回一定要日晷，不能再在山上待一天了，这回一定要在日晷。现在身上的行李比上回轻多了，所以这回肯定可以。话不多说，现在开始。来了，鬼屋气氛又回来了。啊，不过这次还好吧，毕竟已经走过一次了。刚才前面那边窜过去几只野猫啊，吓我一大跳。上回虽说是比现在更暗，但是。好歹没有动物蹦出来吓我。前面就是最后一个路灯了，然后再往前又要遁入黑暗了。准备好了，现在走了30分钟了，前面目前呢还是黑暗，只是打个卡。现在这个路牌啊，还是没有出现，8月的那个提示，就是说现在还没到登山口。现在一共已经走了55分钟了，这个有点吓人啊！有害鸟兽驱除实施中，什么算有害？熊算有害吗？这个刚才拐了一个弯儿，然后从现在开始
就开始变成土路了。这块有个大分叉，然后导航提示我说是走左边比较好，所以我就左转。现在开始这个前面变成特别茂密的这种杂草啊，特别茂密，不像刚才似的那么空旷，感觉一下难度又上升了。现在是这个走了1小时40分钟，然后不妙，这个看地图啊，这路是没错，但是这四周就没有那么明显的路，然后我也不知道具体是往哪个方向走，但是看大地图的话，附近有条公路，我马上就能和那个公路汇合，所以应该不算大事。我真是信了这个 YaMap 的邪，最开始跟着他走土路吧，走土路，走着走着没路了，没路了，我没辙。虽然说地图上也是这么标的，我强行走回这个正路来了。哇，这个是什么路啊？真是坑人呐！我去，都没路啊！这儿看到一个8月横断线的安内图，然后越过这个板儿，然后大概能看到前面一大堆光亮，那块好像是。原来这个地方叫富士建平，就是从这儿开始，左边呢是那个观音坪，之后正面就是前面那块就是富士山，然后右手呢是这个阿尔卑斯。接下来看地图应该是往左转，对，这个看地图啊，这个地图跟我说这个左边这块有一条直上去的路，然后很明显这条路比较短嘛，但是啊，我这个压根就是没看见路啊，我已经不想上那个当了，就像刚才一样，走了这么旁边一个土路，然后走着走着路没了，这回我宁愿走这个汽车道，然后走那个人最多的这个观音坪这块上。居然碰到车了，真是不容易。这回前面又都是石头路了，有点看不清楚到底是哪个走向啊，黑天。然后看一下现在地图，现在走了2小时17分钟，前面应该是直行。接下来去这个边立山，往这个左，往左拐。我是十分不推荐这个晚上来爬这个8月，特别是走这个观音坪这条路，因为它特别容易走着走着就没有路了。不过好在这块还是地势都比较平坦，我觉得就算走错了，我也到最后能走得回来。现在是4点12分，快走到这个鸭首川了。步行时间是3小时19分。前面还是一片黑暗。路上发现一个口罩，也不知道为什么被人扔在这儿。12時38分かな。お、ちょっと俺の方が早い。そうね。すぐ着いちゃいます。そんなに。結構怖いです。でも日帰りのために。日帰りのため？はい。夜だとね、慣れるとね、安心で。慣れれば。一人の道でも結構
怖かったんですよ。今日はい。電柱あ電池器ほとんどなくて。暗闇の中歩いててそんな感じ。だからさっきずっとポッドキャストでも聞いています。音楽鳴らして。はい。地面も凍った。凍ってきたね。本当にアイゼン持ってきました？え？アイゼン。爪。靴の爪。はい。大きいね。大きいです。いい感じ。接下来这段路有点难走啊，全都是大石头。今はどんな山？今はどんな山の山頂ですか？ここは義母市、あ、火燃やして、ああ、のろし？のろし、なるほど。サインを出す。
大丈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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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はい。那边就是赤月了，啊，这个就是全县月吗？那边是云海，啊，对，登顶。哎，今天是登不了赤月了，因为有个坏消息，因为我手机掉路上了，唉，然后现在如果没有手机的话，继续走太危险了，所以我。就算待会儿回去的路上我捡不回来我的手机，我也得跟着我的伙伴一块儿走。现在踏上的是回家的旅程，同时还是去寻找手机的旅程。我相信手机应该就是在我那次摔倒的时候掉地上的，然后因为我当时摔肯定是摔这个雪上了嘛，我不可能说摔那个悬崖里头，对吧？所以我觉得手机肯定还是在的。嗯。哎，加斯贝。四百六。